因为后面就写长期限定，看到限定就受不了，痒痒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明，我是狸猫，我们今天又来开箱机卡东西了，好多。因为我今天呢刚从日本回来，但这是跟你那次比较不一样。你那时候是在同一家店买全部的东西嘛？然后我这一次呢，我是去福冈各家店收集来的。对，我在上一次开箱，就是我上次买的时候呢，我其实对他们只有停留在我觉得可爱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我想要对这些角色有一些更多了解，我就去看了动画，一看不得了，我就把200集都看完。我觉得他红也不是单纯就是因为什么，他角色。因为其实这角色我们很久以前就看过了，是真的他的动画故事开始变成中文版之后，大家才会对每一只角色的个性去了解，然后你才会觉得哦，这只很可爱，或这只很讨喜。你看了动画之后，你真的是会有不一样的层级的喜欢。但你知道在这些店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你看到隔壁的人在买的时候，哦，他们都一直拿，一直拿。隔壁的就是这样。一直拿，然后我想说，我是不是不拿就输了？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一盒，我们不是缺一只嘛，就缺这一只、这只角色。对。然后我那时候就狂抽，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还多了一只啊，所以我们今天预计也是会再抽出几位，所以上次没抽到，今天还有机会哦。这次送的东西不会像上次那么多了，但还是会有一些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次送没有送那么多吗？因为我这次我对他们有爱了。这一次买呢？这张价格是两万五日币，可是那是第一张哎，你后来还有别张呢？不是，因为这边很多发票，但都是在同一个地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我那个时候，我失心疯一直狂加买这个，然后那个店员一直想说，这个人怎么还不走？他应该觉得我很像代购。对，我们今天也会分享几个，就是志明有找到，就是我有买到一个已经绝版品的东西，然后那个东西呢，我后来还是很想要，所以我是从别的地方买到了，就是这个20只里面的角色，你看那里面的角色几乎就是现在你看的漫画里面全部了，全角色。你觉得它原本日币是多少钱？4000-5000日币。它原价是13200日币。买到的这个东西呢，我真的是有点失心疯了。我后来发现它是4980台币吗？整整多了2000块台币。而且你知道我这次去，我就看，因为它基本款，比如说小巴基本款长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出了很多一系列的不同种造型。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好了，这一个是它是一系列的，然后我没有买谁啊？小桃。还有那个啦，师傅啦，然后他这个是日币1800，这个呢我其实蛮常看到的，我在唐吉诃德或是别的店其实都有看到。哦，它是粘着的，后面是一个背胶，它是要你粘在手机上面的。这边有一个图，它是说可以让你粘在手机后面，然后它可以变你的手机支架，它就是要这样子粘着嘛。对，然后它可以靠在。就是我买它不是要真的拿来用在这种用途，我只是想要把它当成娃娃，因为它单纯这样看的时候蛮可爱的、啊。就是一只娃娃，这一只呢，就是我那时候失心疯转到的啦。然后这只就是给你，但我已经拥有它啦。从哪里拥有它的？我就从网络上找到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这次是在福冈的一家百货，它的专卖店买。第一天去有看到这系列的寿司系列，这个是小巴跟玉子烧，然后这个是兔兔跟它好像泡在茶里吧，热茶，所以它变红色的。但是因为我这次去的倒数几天，大概隔了5-6天之后，我去那家店看，它那一排寿司全部不见了，因为这个很多很多代购啊。我现在马上来查代购的价格，这支价格呢是日币1700啦，虾皮上面看到是要580。大概1.5倍。这次我是去日本11天，这次我就看过一次而已，就是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了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地区限定的。这个超难得哎，因为我这个没有在网络上看到过。因为我这次去福冈那边嘛，他们的特色点心就是长崎蛋糕，所以他这边就有一个他们当地的那个蜂蜜蛋糕。这支其实不贵，这支日币1200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有了，他卖500块。好像现在代购大概都乘快到1.5倍，就是算蛮合理的价格，就是只要它不是绝版品的话。你刚刚那个20只那个是，因为它已经绝版了啊，而且它本来单价就比较高。再来这种就是他们，我刚刚一开始有说，就是他们很常在基本款的角色上面增加一些小帽子啊，或者是小吊饰。哎，这只就是加了一个小背包跟这个。但是这个我觉得超级可爱的。那你觉得这只是多少钱？1600。对，你看到吊牌的。没有，我只是在猜，因为比较大只的会是1800，这种比较小只的大部分好像都是1600。再大一点的娃娃就是像这种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的娃娃。那家店也是很夸张，那个架上超空的。他们官方大概这个大小的娃娃价格大概都是2000多，然后这一只是2700日币，但我觉得它蛮可爱的啦。
他好像是叫什么奇美拉嘛？奇美拉是所有这种都叫奇美拉，就他后面是蛇，他叫做那孩子。我看到网络上的代购价格是960块台币，差不多1点多倍啦，1.5到2倍之间。对对 对。接下来这个呢，是那时候是志明说要买的啦。哦、他们是睡衣系列的。去日本的时候，我其实就看到过他们，然后当时我对他们没有感觉，我是看完动画之后看到睡衣派对那一 part 之后，我还没看到那一 part 睡衣派对很精彩。这个是他们穿着睡衣的造型啊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发现他朱莉安颜色是跟他本体类似的，你看乌萨奇是黄色，朱莉安也是黄色，然后你看小巴蓝色的，然后还有配蓝色的，兔兔是粉红色的。吉一是粉红色，不能脱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刚刚本来想说看看他可不可以脱，但他是不能脱的。然后这个睡衣系列、啊，他们都是一样价格啦，大概是1300日币，这个卖520，所以真的是1.5倍到2倍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这只是我要买的吗？这只好像是我想说，你不是喜欢这只，我想说买一只。哦，这只我很喜欢。你知道它的招牌是什么吗？招牌动作？你说这一只吗？对，它的招牌动作就是这样。他每次出来都在吃东西，但他吃完东西都会这样子。人家说这只就很像什么大叔啊，或什么的。他是1400，但他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哎、欸，不知道。再来这些东西就是比较不是在专门店买到的，这是唐吉诃德就是买的那个面膜啦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比较不会买的东西，因为对我来讲它不会留着。有啊，它有一个戴上去的图啊。对啦，但是我是说它不会留下来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再来这个是你要买的哦，泡面，哦，泡面我跟他泡面也不会留下来，但是我就是想要吃吃看。它这边是吉一的脸，它那个鱼板是吉一的脸。对，哎，但它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小，哎，太很小了。你看在我们手上，这里面的面一口就没了吧？它跟这只娃娃一样大，你看这只娃娃比我手还小。但听说蛮好吃的。这个很便宜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嗯，你猜猜看。20块。140日币。哦，那就差不多30耶，那是蛮便宜的。而且你知道它超酷的哦，我那时候在看它的品名。卡路梅拉。就是他们漫画里面吃的那个什么、啊、对。就是小巴会念成。小巴会是念成卡路梅拉，然后那个吉一就会说卡路。里面真的是他的哦，他的脸耶，都是吉一啦。我们去泡泡看。哦。你看。我刚突然发现杯盖里面是那个小巴，对啊，他该不会每一款都不一样吧？你是角色吗？好像不一样哎，兔兔哎，不一样，被我识破了。鱼板一样，就只有上面那个不一样而已。是要收藏吗？这没什么好收藏的，这有什么好收藏的？那我再去泡一碗。接下来是这个小吊饰，这也是我不知道在哪一家小店买的，所以我已经不知道它到底多少钱，但应该是很便宜的。然后它也是那个蜂蜜蛋糕款。虽然我已经很多这种钥匙圈，但我还是不知不觉想要买。嗯，因为后面就写长期限定，你看到限定两个字就会看到限定就受不了，痒痒的。再来这个，我买了、泡澡球，也是我在不知道哪一家小店看到的。哦，然后它是泡澡球，基本是5款，然后有一个是隐藏版。嗯，我觉得有一两个可以送观众。哦，好，我觉得我们送2颗，然后这个1颗呢是650日币啦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个该不会网络上有卖吧？一颗好像139，隐藏版是师傅哦，师傅在泡澡吗？还是是啊，他们都泡着、泡着汗都出来了。第一只，非常温暖，超可爱。第三颗，第二只，哦，是吃冰淇淋的。第三只是谁？咦，又重复的，2个3温暖，1个吃冰棒的。哎、欸，说到师傅，你看接下来是这2只，嗯，它有点像公仔哦，但它不是扭蛋，它是那种游戏机台得到的，它就是一直推一直推那种，嗯、就是你丢钱，然后它就有机会被推往前，然后它就掉下来。嗯，然后我一次就掉了2只，这么好，还是2只刚好是吉伊卡哇，因为那个机台里面不止吉伊卡哇，啊、大概花了500日币吧。在这两个呢，它是钥匙圈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。你知道今天我回台湾的时候，刚好另外一个台湾人，因为我背包挂着也是这个系列，然后是挂兔兔，然后就有问我说：“先生，你那个兔兔是在哪一间店买的？”他问我，因为他说他找不到，这就是我在不知名的那种纪念品小店买到的。那你很懂，很识货哎，因为你一买就买了。3款都买了，你是小巴是要给我的吗？对啊，你不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也给你栗子馒头，可以，都可以给我。还是你要送大家？不要，我都要。私心，好，你都要哎。好，我们可以吃这个了吧？好，我们先吃。它其实面比我想象中的多，因为它的面其实很满，所以它其实不是一口可以吃完的面的量。对啊，
是好吃的酱油拉面，它有点像那个日清哎，就蛮像日清的吃起来的感觉。嗯，吃吉卡哇旁边不是好不好吃吗？是这个感觉，是吃它的灵魂，吃吉卡哇的灵魂。对对对，是它的灵魂。就这个鱼板就是它的灵魂。最后这个我觉得很酷，但我在专门店没找到，我也是在那种小店找到的。它是什么？这个是他们那个讨伐棒哦，是正版的讨伐棒。嗯，它是这种有充气，它蛮大的。嗯，啊，没有蓝色的了。没有，现场只剩这个粉红色，粉红色是极一的，啊，蓝色是小白。对，要吹气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哇，完成了！这就是正版的讨伐棒。嗯，试试看哦。哦，好刺哦，很刺哎。那你刺我看看。极一在讨伐的时候，因为他很胆小，讨伐的时候他会这样子。好刺哦！它里面那个好刺哦。这个很刺哎，啊，这是正版的桃花棒，是充气啦，各位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呢，是我那时候看到，对，然后结果我那时候没有买。然后他问我，当时我跟他讲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我跟他说啊，我想要那只，然后他跟我说他离开了，对，然后我还在很失望。结果后来我发现呢，我早就自己从亚马逊上面订到正版的了。这只很可爱，它是会唱歌的小巴，因为有一首它的主题曲。哇，你看，哦，好大只哦，它是软的哎，它上面是娃娃，它蛮大只的哎。来，我要让它唱喽。它有一号跟二号，来一号，我们先用一号模式。哇，这是它的主题曲。再来，我们让它看二号模式有什么不一样。惊吓模式可以唱歌啦。二号是有声音的时候它才会动，一号就是轮播就对了。这个我先讲，我看到的，对，我看到的价格是5500日币左右啦。但事实上，我在亚马逊买到的价格不是这个价格，我买到的是它有特价的，在亚马逊上面它特价38%，所以是3382日元。现场买的话还会贵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首歌就是它真正的那个小巴的配音员，那个小男孩唱的嘛。对，那你知道乌萨奇是大人配的吗？我知道是一个女生，她很强哎，你会嘟，你会那个吗？叫不出来啊，我也不会。我也不会，但有些人可以哦。再来还有一个这个，你有看到这个吗？这我买的。你买的？你有买这个？我有买笔啊。你买一样的吗？不对啦，我买的笔是这个。我差那么多。我有买笔。你看那个是有头的哦。啊，我的是没有，我的只有图案而已。我这个好像也是在不知名小店买的。那他们就是有很多授权出去。那你这个比较厉害哎，这个我还说我买的。哎，这兔子是给你的，我有多买一只兔子。而且它颜色超多的，这是多少钱？你还记得吗？这我忘记了哦。再来有一个东西超酷的，请你先猜猜看它是什么东西。手机支架啊，我已经看到后面的东西了。嗯，这是那个量尺吧？对，哦，很可爱吧？哦，我连这个都可以出，而且它也有乌萨奇，只是我买小巴的而已。这个我也忘记多少钱。但这个蛮可爱的，就是你摆在桌上，就是像一个装饰，但是它又有一点功能。再来还有一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感觉只是一个小板子。我觉得我不会用到，但是你知道它的功能是把它拿着，然后拍照，就会拍照出很像你跟他自拍的样子。哦，它有一个支架，然后呢？对对对，有没有很像你跟他在一起？好，来来来，我拿。我们现在先摆好 pose。有没有很像三人合照？然后再近一点，它就更大了。它就是主打说可以带出去玩。你的小旅伴，然后你看他还可以这样子，他可以调角度。这个我们要留着还是要送人？我觉得这可以留着啊，这蛮有趣的，不是吗？那你带回家，你慢慢玩。对，这个也很酷哦。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它是什么？好，你看它背面你就知道它是够使用功能了。夜灯哦，它是夜灯，但是呢，它上面这只小巴是软的，你看它是软的。哇，真的？你有行动电源吗？好像有一个洞吗？没有，它就是感应的，它放上去会发光。但是现在没有电，它本身这个也是一个充电盘，是手机可以放在上面直接充电的。那么我们在开箱吉伊卡哇，你知道吗？这只是小巴，它会唱歌哦。那么你跟小巴难得同框哎，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行动电源充，所以它电量不够，所以它会一闪一闪的。你看我们现在插了电，但是因为这个电压不够，所以它会一直闪。就不能用行动电源了，它应该是要用直接用插座。插在电脑上或是什么地方？好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。其实应该是蛮可爱的。接下来几个呢，就是我们快速带过。
这只你是网络上找的？没有，这个也是我去店家直接找到的。啊，它多少钱？我记得好像是600多块，比较贵一点，已经比较贵了。对对对，那这蛮特别的、啊。对，这几只都是600多买到的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七系小巴，这也是600多嘛。嗯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店员小巴嘛？对，服务生小巴，真的都有这个吊牌。正版的跟盗版的会不太一样。这个我在店有看到，你觉得这个就还好，是不是？这个就还好。哦，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个我在店有看到、啊。这个有看到吗？有啊。啊，我真的没看到。为什么你不叫我买？你要硬要？不是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我怎么没有印象有这个？有这只，有这只。阿玛，快拍完一大堆。好，最后有一只是打招呼小巴。哦。它特别的点就是它是平头小巴。我们找另外一只正常的，它的额头是这样子。对，这款你也是特别找，它有卖特别贵吗？这个应该要找了，所以我那时候买到这只好像900多块吧。它连后面也是平的。这个不是在那个店家买的，这是我在就是找到代购然后买到的。真的猫咪生气了，他想说小巴是2D 的猫，我是3D 的猫，对，怎么没有摸摸？这时候就可以让他出来拍照了。阿玛，我们一起跟小巴拍照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哦，转过来一点，我摆好 pose。阿玛，假装哦有，哦，阿玛跟小巴同框了，耶！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二集的第二集。对，这是东西比较少啦，就是三个，两颗泡澡球跟一个豆腐怪公仔。留言方式跟参加方式就是我们一样会在自己留言区公开，然后就想要参加的话，大家再留言，然后也谢谢上次大家的踊跃参加啦。那这次就这样子啦，祝大家不要乱入坑，很可怕。我刚发现我们漏讲了一只，这只很特别，这只超特别，它是长毛的，为什么？它是长毛小巴，为什么？没有，为什么？他在剧情有出现过吗？我印象中好像没有，但是他因为他不是常常在换毛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嘛，所以有可能是在这种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个版本。我是哪里得到他的？朋友的朋友让出来的，所以没有特别加价，好像900块吧，等于说没有高价收到了。好可怕！你家还放得下吗？可以，我就是要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区域。哦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换新家了？没有，不是不是。